啊，你跟我报代志，你硬要叫我来？你安尼伫小白腿是要拖偌久？你看你精神遐尼歹，连阿长拄只拢咧念讲，你是安怎拖遐尼久才来？爸爸无代志啦，为着恁，爸爸会继续经落去。你要经偌久？好好好，卖经卖经，咱电梯住了，爸爸就退休啊，退休就回去。小蛋抽血报告出来，有啥物问题哦？我看你这边要伫咧病院住偌久？我先甲你讲哦，我无时间照顾你。别放心，我无代志啦，等你做出来我就回去啊。好，我马上挂断去，别着急，别哭。时间啊！我身边有代志，别讲，自家放心啊！爸，阿咪，阿咪，林翠，妈咪，你莫烦恼啦，爹地哥泰国那边关系这么好，这台代志哦，一定会处理好，不会无代志的啦。我先以为新闻弄个遐尔大。敢不知影这款债，真有可能会破死去。即摆我家己弟弟拢无伫伊身躯边，万一太过惊慌，里面讲阮是畏罪潜逃，叫子祥他受畏罪是要怎？罪是要怎？罪是要怎？刘鑫，我搞到你面，赶紧帮伊站住！阿强，伟林，我都已经打电话啊，太过一边我安得好势，你别烦恼，子祥一定平安无代志。你讲讲你安怎好势啊？又乖起来啊！只要不管遐尔大，至少是不管再无啦。至少是不够的，这代志拢是你做，这人生拢是你压出来。老家亮，你不是搞我好心还是心心？你敢跟我去珍珠山？你怎么连志祥都没看到我给你？我连，我绝对不可能去害志祥，我保证，一定平安倒回来。告诉太高，连连咱两人是畏罪潜逃，只想一件有代志。我即马落去太高，找警方说明清楚，至少给子祥平安报答。爸，弟弟，爸，弟弟，弟弟，对吧？我照顾你妈咪。你要怪我小我想叫你等下，爸，爸你，我要你快还手，你不要去了，爸，爸你，跟下。呼吸25次，血氧不足，血压只剩下76到48。准备超音波检查。哎，你别别，你电话放这，慢一点，救救，快点。你弟弟是不是有插龙条？我无看清楚，那很严重啦。阿姨，我爸今天没去有插龙条，
啊，不过这几天啊，伊连发烧，有时烧会退，有时佫烧起来。伊有去病医检查，报告还袂出来，就接到你的电话。我嘛唔知伊是安怎会昏去，啊，不过救护人员有讲，伊可能会真严重。患者休克，急救电击器。陈院长，陈院长。下礼拜，中华民国109年9月13号上午11:05宣布死亡。刘太太，叶神心宣布死亡。只是感冒，哪会变到安尼？伊不是感冒，伊真的是感冒，拢是你害，拢是你害。第二天过一天挂号了，伊就变到安尼啊，拢是你害，你搞坏家己了我，你搞坏家己了我，你了我，你了我。别够惨啊！伊弟弟无代志，伊毋是讲。你不是说你要把咱自相差多回来，你不是说早点要帮我起来，你不是说咱两个要做回落地家，你现在哪会当自己做你走，你有听到吗？
你跟我起来，除非你要我去陪你。起来，起来，张家人，你跟我起来，张家人，你跟我起来，你跟我。胸外跟麻醉科主任 stand by， 准备开刀房做清创手术。刘太太，你真正是奇迹，这种情形就罕咧发生。简单来讲，我的判断是败血症引起的休克，啊，即卖先上开刀房，啊，做清创手术，啊，后来继续做治疗。至于讲治疗的结果会安怎，迄真歹讲，哦，恁家属来做心理准备。是吧？